大家好，我是老霍哥。那么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了。那么今天呢，接着跟老霍哥呢一起呢，走进了古玩地摊。这怎么卖的？那五百。这是一个小扎斗。毛巾工艺啊，这个光绪年制啊，但是没活动嘞。你跟大家说这个东西呢。首先那个胎质的问题比较脏，刚才我看了一眼呢，感觉给人是老的，但是呢拿过来一上手一看呢，就是一个新东西，画的呢是非常的差啊。这个金呢是化学金，是真金。叫金。珊瑚红毛巾啊。这个出门儿，有点杀伤力。要准备开会啊？这个三一二三号都有小丁金的，零七分，小丁一过啥吗？零六零七分，零六的没事了。看来老货中也会夹带一些新货。同是同，同你得熟，你不熟基本上一台也不占一地别的。我没地儿管，撤了干了。像这种杂七杂八这种摊位呢，东西呢都十分的便宜哈。如果大家呢，想淘一些自己呢有纪念性意义的这个老物件呢，可以上这种摊位，特别便宜。但是呢，没有老的，它这里面没有老的啊，东西呢都是时间不长的东西啊，几十年最老的基本上就是八九十年代啊，这些不是很老，但是呢东西肯定不是特别便宜，可以给大家找一件问一下啊。那个红杯子，这个年代也不是很长啊。过去咱们八九十年代家里会有这些东西。君酒啊，这一块钱一个，一块钱一个哈，来，很便宜，少了一块钱一个，少了一块钱一个，很老的没有哈，当了就是几十年的东西，那个摊儿上卖这不都是几十年吗？对，几十年了，都几十年，很老的没有，几十年，价格两块钱一个。这筐里两块钱一个，杯子，玻璃杯，东西都很便宜，什么挂的手电筒，钟表的。淘宝哈，在一堆一堆里面翻出来自己喜欢喜爱的东西，看这小酒杯有没有自己喜欢的，小酒盅、小酒杯。